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台南微光眼镜的长工，今天来跟大家讲一个，这个要压低声量来讲，因为这个叫终极保镖之西班牙史拉斯提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来看一下这副眼镜，这是一位前国安局的干员，一个退休干员，他现在是专门从事一些保镖工作，他自己也成立了保全公司，就专门保护有钱人。然后他这位先生跟我们讲，其实他之前曾经保护过一个科技公司的高高层，他说保护他们全家在出国玩的时候，他们发现他们全家的人，包括小朋友包括大人，他们在海边玩的时候都戴一个很特别的太阳眼镜，哦，就是我们的西班牙史拉斯提。他说觉得这个太阳镜非常的方便，第一个他从中间开，背面有一个运动带，哦，所以你要戴不戴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戴在你的一个脖子上当成一个项链，那要戴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合在一起这样子戴，而且完全不会有脱落的现象。那为什么说它是终极保镖呢？因为他说这个眼镜非常的适合他，当他在执行他的一个保全工作的时候呢，你看哦，他这位先生他本身有轻度的近视跟散光，所以他以前呢，如果要戴太阳眼镜，他大部分呢就是选择戴隐形眼镜。可是有的时候他的工作时间非常的长，时间也不固定，那有时候隐形眼镜戴久了，真的眼睛容易干，那就会对他造成一些困扰。所以呢，这个我们特别帮他以西班牙的史拉斯提的一个极限运动款式呢，我们去特别定制了高弯度的一个运动光学。那镜片采取的是什么呢？防爆的 NST 的材质，而且是日夜变色。什么叫日夜变色？我们现在看，现在在室内跟夜间的时候，它镜片是产生是一个淡淡的一个绿光的一个镜片，它可以增强你的对比，消除一些不必要的眩光。那当白天的时候呢，一遇到紫外线，它又可以马上快速的变色，也就是说，让它可以在全天候，不管是白天黑夜，它都可以在非常清晰的视力之下去进行它的一个保全工作。然后呢，镜片都是防爆，如果说真到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，它的镜片也可以进到一个保护的一个功能，而且再加上史拉斯提特有的一个完全不脱落的一个设计，好，所以呢，这个让我们的这位终极保镖先生，他可以以史拉斯提作为他一个工作时一个最佳的一个伙伴。那像这一款西班牙的史拉斯提的一个极限运动系列呢，它原厂是本身就还有搭配了两副镜片，一副就是太阳眼镜镜片，再来呢一副就是透明镜片，它可以很简单的去做镜片的一个更换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这位保全先生他就可以很轻松的，当他要戴隐形眼镜的时候，他就可以更换没有度数的镜片，当他需要有度数的镜片的时候，也可以很轻松的更换上我们 NST 的一个日夜变色镜片。我相信这对他的工作上来讲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帮助，所以今天是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算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案例。你看他的镜框也是挑选全部都是消光黑搭配黑色镜片，如果再配上一个黑色西装，就差一个007的一个手提箱，它就变成是詹姆斯庞德了。所以今天让大家看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案例，我们的终极保镖之西班牙史拉斯提。好，谢谢各位。